我把那妹子，我把那三个妹子叫过来。那三个妹子的，我可以换，可以换，没问题，真的，杰哥真的可以换，真的可以换，上车吧，上车吧。上车吧。那三个妹子。真漂亮，我操。对啊，那今年有点好看。老子也要买新款，我给我爸打电话。我操，新款真的好看。我操，我给我爸打电话。真的好看，新款好看。我操，我他妈好土啊，我们那个里面啊。阿姐，阿姐，讲真的，真的可以换。那三个呢？叫过来。换什么？啊？换啥？那三个闺蜜啊。哪有三个闺蜜？刚刚过来跟你讲话那三个呀。啊？你他妈没有呀？啊？我就没有。啊？我没有。下车吧，下车吧。下来那不是，这我闺女，她跟我喊爹，拜拜爸爸，太难了，你得跟我，你得喊叔，我跟你讲啊，姐，哎，不是今天晚上叫直升机过来接我们去外面洗澡的吗？干嘛？啊？去哪？直升机还怎么还没到啊？啊？送个人吧你。你带他吧，我们走吧。带，坐上去，坐。你们体验一下新款，体验一下新款。好，去吧。拜拜。哎。你们体验新款，你坐他的车。啊，我坐你的。啊？你坐二姐的车。我坐二姐车。那可以啊。好，可以。OK。这台车不开了。哎呀，我是不是来当电灯泡了呀？哎，你咋来了呀？洗澡啊！带我洗一个呗。洗澡，为啥带你啊？山西首富之子，你好。不带。